车预备好，三十四号工程师的铜墙铁壁，核心特备。这样的摆脱，假传之后挨了卡壁一个火锅。高登今天还是打的，一开赛打得非常积极。哇！哇！最后是给净算吗？稍后要再看一下裁判老师的手势。哇，从这个球的这个应该还在继续上升啊，这是一个火锅。对，不过因为这一球呢，其实陈坚已经犯规了，所以呢还是必须要有两罚的这个机会啊。对，刚才裁判老师比的二是一个两罚的机会，所以呢一开赛呢也打了非常多的精彩的快攻。对，刚才我们也跟记录台稍微确认一下，第一节的比数是26-16，塔壁的火锅直接掉到中间给塔壁，球拿得起来吗？这是一个 A1 两分净算。哇哦，这一球我们看到塔壁拿到球就是硬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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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像印度 Michael 一样啊，就是要硬打。现在工程师又把刚刚打得非常好的明明也换回来了。哇哦，第二节剩下5分多钟，篮底下好，新塔壁抢到进攻篮板，这边塔壁面对对方的缩小防守传出来给李佳瑞，这个三分球，篮底下好，新塔壁完全的空档，单手把球塞进篮筐。哇，这球田浩传得非常的精彩哦！搭配陈坚恩、李佳瑞、陈立焕，还有韩勋塔壁，篮底下，这边完全闪过了防守球员，哎，塞给塔壁，这边要人接应哦，在哨音响，哇，这球滚了两下，球进算，抢下进攻篮板，篮底下挑战塔壁，这球直接被盖了下来，哇，想要正面挑战塔壁啊！哇，我们看这一球。篮底下被推了一下，再把球给摆进，一样先塞给塔壁，篮底下硬打，应该是因为身体上面有一些比较不舒服的状况。我口气到篮底下要扣，被韩军塔壁挡了下来 ，Hicks 没有办法的出手，直接被塔壁盖了出去。来看一下 Hicks， 哇，这一球塔壁啊，他的整个防守也是够积极啊，整个冲出来，陈立焕出来接球，陈金恩的快速出手。